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好像一点都不疼，下面怎么软软的？是我，傅博士，博士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的老腰啊！博士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是被严博士捉进来的，他要逼我做研究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要马上出去！霸王龙被捉住了！霸王龙被捉了，不好！严博士要实施他的计划了。什么计划？他想抽干霸王龙的龙炎真火，让魁咒龙苏醒。什么？啊！魁咒龙，就是实验室那只恐龙。啊！没错，他是严博士最好的搭档，但自从那件事之后，他就沉睡不醒了。傅博士，快来看看我的实验。好，我看看。好消息，傅博士，你的研究获奖了。让我看看。恭喜你啊，博士，这是学界最高的奖项。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傅博士，快分享一下你的研究成果吧。没问题。傅博士，又是傅博士，每次拿奖的都是他。这次我一定要成功。魁咒龙，现在我需要你身上的龙炎真火。很好。只要强化龙实验成功，我就能超越傅博士了。严博士，要不要一起？住手！这小蜥蜴非常危险，你会害死他的。走开！我一定要超越你。启动！住！忍耐一下吧，魁咒龙，我们快成功了。怎么回事？快关掉它！龙炎真火失控了！魁咒龙！魁咒龙！魁咒龙！你怎么了？快醒醒！魁咒龙！从那以后，魁咒龙身上的龙炎真火就熄灭了。原来踏出霸王龙是为了唤醒魁咒龙，不能让他得逞，不然霸王龙就会永远沉睡。霸王龙，我马上来救你。可恶，这扇门怎么这么坚固？再来。幸吉，我也来帮忙。冲啊！抱歉，我来晚了，你们没事吧？你早来几秒钟，我们就没事了。不好，被发现了！快离开这里！给我站住！
队长，他们逃出来了。我能让他们妨碍严博士。别跑！罗拉、韩月，我们来对付他们。博士，新奇，你们先走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可恶！那我就先收拾你们。哎。我们一起上。进化领域开启。哎。出来吧，小剑龙。剑刃破风暴，进化田庄。急速进化。一起上，进化领域开启，哎，出来吧，小甲龙，大地震之者，进化田庄。中计了，森林龙，解决他们！粉碎激光！大家快跑！来不及了，三甲龙，三甲龙救出去！罗拉，你这是？海月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我们相信你。好，我一定会打败他们的。甲龙，准备战斗。就凭你一个人，能对付得了我们吗？时间不多了，心情，只有破坏装置才能救霸王龙。我知道了。Go！ 严博士，把霸王龙还给我。别妄想了，赫氏金鸟龙，收拾他们。
别挣扎了，乖乖投降吧。我不会放弃的，甲龙，把他踢走。爆裂战锤！啊！可恶！队长，我们来帮你。剑龙。食肉牛龙，趁现在！甲龙，怎么办？甲龙快撑不下去了！再想想办法。结束了，森林龙用绝招！哎，粉碎激光！啊，那是巨石。对了，我想到办法了。我记得韦伯利用过这些石头来对付我们。哼，你们中计了。森林龙，解决他们。哼，就这么办吧。躲到岩石底下去。笨蛋，你已经走投无路了。哼，我们一起收拾他。就是等现在，甲龙跳，把石头打下来。设计好的地心居然被他利用了，这就叫自食其果。结束吧，毁灭重锤。我们去找新奇。可恶！
星级，那台装置正在吸收霸王龙的龙炎真火，如果龙炎真火被抽干，霸王龙就会永远沉睡。我马上破坏装置，出来吧，异特龙、欢龙，这次就交给你们了。咦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赫氏金鸟龙，收拾他们。龙啸音波，不懂，不懂。异特龙，快去救霸王龙！异特，异特，异特。那装置是用特殊材料做的，要用更大的力量才行。异特龙，疾风乱舞。异特，异特。赫氏金鸟龙。黑色旋风，不懂。异度，不懂。异特龙，关龙。新奇，霸王龙它快不行了。我来救你！新奇，危险！点儿了，魁宙龙，马上你就能苏醒了。哇哇哇！看来只有这个办法能救他了。哎，新奇，交给我吧，我有办法救霸王龙。爆炎毁灭者，你有办法？我身上有一个装置。能破坏那台机器。你是说自爆装置？什么？不行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爆炎毁灭者，赫氏金鸟龙，拦住他。再见了大家。毁灭者，霸王龙，霸王龙，霸王龙，你快醒醒啊！醒了，那霸王龙不救，霸王龙快醒醒，霸王龙！
魁州龙，你终于醒了。赵，是我，我是你的搭档严博士啊。赵，魁州龙，霸王龙，锦旗，只有拿回龙岩真火，才能救醒他。龙岩真火，你们别打魁州龙的主意，魁州龙，收拾他们！赵，赵，赵，魁州龙，你怎么了？控制不住霸王龙的龙焰真火，开始失控了。我们快走！走走！走！魁州龙，走！你要坚持住啊！走！锦旗，战斗空间开启。进化领域开启。进化领域开启。哎，出来吧，小甲龙。大甲兽脸战变装，进化天窗。速进化，急速进化，巨盾甲龙，形态召唤，是，可是霸王龙，魁州龙，振作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就是魁州龙，他抢走了霸王龙的龙焰真火后，失控了。不好，他再这样下去会变成强化龙的。啊，那我怎么办？啊，这瓶药水或许能救他。你们先把我摁住他。明白了，我们一起上。赵，啊，你想对他做什么？我要救他，如果他变成了强化龙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赵，失控了，魁州龙，醒醒，我是你的搭档严博士。危险，不是，你们没事吧？
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连我都不认得了？他变成这样还不是你害的？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，这里就被龙岩真火包围了，火焰不断地冲进我体内，装置也失控爆炸了。一定是龙岩真火救了我。对了，亲戚他们呢？打开追踪器。啊！原来他们在空间里。不好，他们有危险了。我得马上赶过去。我们一起上。是，以后再跟你说。现在救霸王龙要紧，你先把它放下来。这股能量是？这是我身上的龙岩真火，说不定能救醒他。霸王龙，你一定要醒过来啊！不管怎样，我们一定要阻止他。放马过来吧，这次我们要拼尽全力。
毁灭重锤，雷霆重斧，魔能突刺。强了，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星奇，霸王龙现在怎样了？我也不知道。霸王龙，你要快点醒过来啊！你怎么了？博士，他不是吸收龙岩真火了吗？怎么还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吸收了龙岩真火，应该会没事才对。霸王龙，你不要有事啊！加油啊，霸王龙！魁宙龙就交给我们吧，三角龙。甲龙、稳龙一起出击！已经到极限了。空间要被破坏了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难道真的阻止不了他？
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这是我研发的秘密武器，能提升霸王龙的力量。是赤瞳徽章？没错，只要把它跟星光、月光还有太阳徽章结合在一起，就能召唤传说龙王剑。博士，原来你还有一手。星奇，我得提醒你，这把武器的力量很难控制，可能会给霸王龙带来致命伤害。致命的伤害？相信你。怎样？我的徽章融合之后就没了，又要去重考了。别灰心，以你现在的能力，一定能轻易过关。对呀，就当重新磨练吧。我们走吧，霸王龙。霸王龙呢？你这个家伙，快起来！哇！救命啊！快停下来！Hi! 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